怎么就不能打视频了？啊，怎么就不能打视频了呀？怕查岗呀？说什么话呢？老张他们还在我这开会呢。你们在哪儿呢？还能在哪儿啊？在公司呗。你怎么了？说话怎么这么僵硬呀？没有啊，不是，公司有些事儿要处理。那好吧。嗯，我想跟老张打个招呼呀。 老张人家在忙事儿呢，怎么就不能打个招呼了呀？你说这么晚了，那你的这帮兄弟陪着你熬这个大夜，那我作为家属关心关心不行呀？好，老张，哎，来来来，怎么了哥？安心要跟你说两句话啊。哎呦，嫂子，哎，嫂子好，哎，你这不会是在查岗吧？放120个心。 我们这里全速局都是男的，而且聊的都是工作，我都快郁闷死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有什么不放心我们家老姜的呀？倒是你钻石王老五，别把我们家老姜带坏就行了啊！嫂子，你可冤枉死我了！我现在唯一的伴侣啊，就是我们亲爱的江总。上哪儿钻石去啊？行了行了，赶紧开会去吧啊！忙完这阵儿，大家来吃饭。行行行，好了，嫂子，那先挂了啊，改天去看您啊，拜拜。 我估计他一定会把你撕碎的。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。先生，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户型了。您如果有意向的话，可以跟嘉莲商量一下。走吧。啊，你觉得我一个人买不起是吧？没没没没没，告诉你，全静海，十大明星楼盘，我闺女占两处，买你个房子不跟玩似的吗？爸，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一人定就完了。不是不是，哎呀，你看看。 这装修风格不行啊！这跟夜总会似的，你到时候咱们都得重弄。妈呀！哎呀，你看清楚了。爸，就算我瞎了，您觉着照片能骗人吗？照片不清楚啊，这都模糊呢。因为是我偷偷摸摸拍的呀，这些酒店势力眼盯得特别的紧，差点把我手机都给收了。这事儿是不是得告诉我姐啊？哎，算了，就我姐的臭脾气，真的。我闺女怎么了？她这是闹得我安家老的上来了。 我闺女清清白白、明媒正娶，赔她江宏凯1.2苦日子过来的，这刚借点起色就出花花肠子。我今天要不到她公司闹她个身败名裂，她不知道我这个保卫科长怎么当上的。爸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消消气儿，坐坐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用不着您上，不就是一花花公子吗？你看我怎么收拾她。 欺负我姐，我不没收她作案工具，她都不知道安家不好惹。这是。继续打，打不通去她公司，去她家，打。安阳，喂，姐，怎么又在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？找你吧。出息。哎，我，岳父。
哎，阿爸，怎么了？家里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？再急的事儿，也不能耽误你的工作。你今天看什么时候方便，我和小杨过去找你，有事商量一下。啊，那这样吧，我晚些时候再联系你好吗？好的，江海，再忙也要注意身体。爸等你电话。好好好，再见。对，你看哦，他敢放个屁。爸，你刚才真威猛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避免打草惊蛇。你爸我干保卫干事这么多年，有点本事，这个时候叫迂回战术，稳住敌人。哎，你姐那儿先别说啊，就她那臭脾气，没事也得折腾出事来。